有白就有黑，有铁锤就有乌龟。虽然我的出身是清朝的，我依然爱我的国家甲社会啊！本小心中条南北二路，欢笑山线、海线、纵贯线，十三生肖帮乌龟堂企业总裁刘芒辉。啊，对啦对啦，简单讲就是流氓啊，靠腰啊！把你口袋开遍啊，麻烦你叫我总裁好不好？哦，是啊是啊，总裁，大家应该了解我是什么身份了。我讲要这头是无聊事，但是我嘛是情非得已，因为我家是流氓世家。哎，啊对啦对啦，阮头家吼，因阿公啊吼。他大家聊天顶是换贴的呢，啊啦，因阿爸哦，迄他大家李斯科做伙去抢银行的呢，你阿爸在抢银行啦，我怎么世界没人讲好不？好好的把我的背景，不好大家知影。我有这个荣幸吗？辉哥，靠腰啊，龙兄五弟哦。辉哥，1997年一张辉哥，还叫辉爷，哦，是啊是啊，辉爷，本名凤辉辉，啊，艺名哦，流氓辉，靠呀，本名有变破啊，啊，继续，哦，是啊，啊，流氓辉战绩无数，哎，身上的疤哦，是伊个某俩狗吼，也是过多破的。哎呦，身上的一个弹孔的疤痕哦，是家己申请枪支走火造成的。恁不爱，你以前干啥？什么下骨头？你是没有背剧本哦？哎，对啊，啊，事实就是如此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点点啦，无人动这里的狗啦。啊，咱今仔日哦，出来是要创啥？哦，对啊，你袂记啊你啊？哎，今仔日哦。哎，村长啊哦，没有你去食饭呢，连你个话参加人呢，甲伊个感觉爽哦，还佫有两摊呢。你不爱哦？啊，普通时拢甲咪当作我不存在，当作空气。还袂算计啊，才会烧嘴啃。好啦好啦，乖啊，乖啦乖啦，等我伊个村长等伤久啦。好啦，我因等一下死哦，我入门呢。啊对啊对啊对啊，但是你是村长呢。哦。尊重较大哦，安尼也是爱较尊重伊。行行行，来去来去，老师，哥哥走嘞。嘿道嘿道，我爱你。